开来啦，开来啦，3点钟又要睇达哥，听到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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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？吓？OK 啊？声音画面都冇问题啦。咁咧就带大家试下呢个新出嘅 Monster Hunter Rise 啊！咁咧今集嘅 Mon 亨啊，首先咧要介绍下呢个角色咧，其实系男角嚟嘅，系男角嚟嘅。只不过我设定嘅 pose 同佢嘅衣着系比较诱人，所以你就会以为佢系女人嗰啲咁样咯。啊，俾你睇下佢嘅大啰柚啊！咁啊，首先咧，呢个已经由于时间关系啦，咁我已经咧系已经玩咗阵嘅啦。咁啊，即系了解一条村，其实冇咩剧情嘅，大家都知道 Mon 坑，即系上次同大家玩都系冇咩剧情啊。咁啊，第一件事咧就系、是、如果你唔装备咧，系基本上冇咩可能救砌噶啦。咁啊，着翻啲衫先。好啦，咁咧同大家讲下啦，即系虽然我唔系话好熟汪坑，但系同上集咧有啲咩唔同咧，就首先个世界设定啦，你见到嘅，诶变咗咧啊，本身由嗰啲欧美式嘅咧就变咗呢个东亚 Asian 嘅风格噶啦，咁咧同埋上次煮嘢食系锯扒啊呢啲啊，咁啊今集咧就简单啲嘅，就食呢啲咩团子咁啊。大家次次玩芒坑啊，最中意食嘢啦，觉得啲嘢好好食。咁其实我玩边个都一样嘅，我食咩都系一样咁劲，所以我求其读。咁俾大家睇一个食嘢啲猫仔煮嘢食嗰啲 cutie 画面啦，嘟嘟嘟，咩高高挂在空中发光嘅星星，blah blah blah，啦啦啦啦啦，食个小丸子啊，包你翻寻味，眼睛加个嘴啊，舐舐脷。叮，偷刀团子，我，跟住就我哋喺度啦。Here you go，好，跟住你就喺度接接接，同埋今集咧，你又多咗个随从啊，你唔系净系咧，你唔系咧就净系得只猫，你仲有一只狗，嗰只狗咧就可以俾你骑。咁我啊改个名叫菩萨蛮，咁你可以咁样骑厂咁样啦，咁你就行路啊。例如你之前咪咩成日搵臭脚啊，行到啲脚跛啊，咁你而家方便啲啦，可以咁样。咁啊，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去接一个任务咧，就去我咧谂住同大家试一试，即系俾大家试下个感觉系点啦。咁我之前已经打几条龙噶啦，咁啊而家打呢个咩青红兽，Let's go。咁你见到咧，如果你系即系中意即系呢啲东亚系嘅传说呢啲绘卷啊，如果你有读过以前咧咩源氏物语，就有好多呢啲卷物咧，有几过人。山野苍苍，林木茸茸，饥饿巨熊，横行无阻。即便吞噬万千血肉，就使满足广受口福。眨眼便饥饿凶暴的化身。喂，呢个翻译系差到不得了，我点解咁讲咧？人哋英文咧押晒韵，因为呢啲系诗歌啊，好似嗰啲嗰个《Ghost of Tsushima》对马战鬼，人哋押晒韵。我呢个翻译系差到不得之了，建议 Capcom 揾我帮佢译晒啲诗。讲真。喂，有冇人知咧系点样将嗰啲语音咧变翻做日文配音？我寻日玩咗一阵，我唔识教，我搵唔到，劲奇怪。一见到嗱，我揿俾你睇，我就搵唔到啊！我都想俾你听咩音效咁样，我就唔知边度有人话要用日版设定冇，我唔知。我 download 啊，我就 down 喺嗰个咩 eShop 嗰度 down，唔使你台版都得，主画面先有。
点翻去煮坏咩？唉，算啦，都搞得嚟都蚊瞓啦。之后再整啦，同大家都唔使搞咁多，我哋直接怼死条龙。因为我哋仲有下一个游戏，好啦，俾大家了解一下，了解一下呢个汪坑啊新版本。咁咧地图咧方便咗嘅。首先咧，你见到以往咧嗰啲揾臭脚啊，揾波士啊，揾到你头都癫啊嘛。而家你有得咁样骑重咧，你就爽好多啦。咁咧之后仲有啲新系统嘅，嗱，见唔见到呢度有啲虫虫你撞埋佢咧，嗱，你见唔见啊？持续强化生命。咁咧，你嗰个耐力值咧就会多咗嘅 ，OK？ 咁啊，跟住我哋直接怼死嗰条，你可以打埋呢个问号嘅龙嘅，如果你中意，嗰、那个叫咩青红兽，嗱呢一只系咩啊？呢只系唔知咩兽，我哋可以唔使打，因为我哋嘅目标系打呢一只青红兽，好。呀！而家节奏似翻 PSP 啊，跟住咧你骑重有个必杀技系点咧？你可以咁样冲埋去，哇！死仔包跳啦，点解啱啱跳唔到？正常系可以咁样跳，诶，唔系喎，呢只系镰鼬嚟嘅，我系打错咗，嗰只问号先系青红兽 ，sorry， 诶呢日佢冲紧埋嚟啊，同我只抽一骑。你可以咁样跳埋去劈佢，呢一个就系我讲嘅今集嘅其中一个系统啦。好，喂，碌啦，哇，一嘢夹落去，哇，佢呢一招都我系第一次中呢，跟住你又可以用呢招受身嘅，你俾人打嘅时候，咁好啦，而家开始认真玩啦，咁大家知道个系统系点咧？又好简单，就系咁劈，系咁劈，系咁劈，跟住佢跪低咗，你啊咁样又避一避，之后再勾落去。其实你唔使惊嘅，佢打你咧唔系话好痛，好。跟住有时想食药咧，你啊咁啊过去，你啊你啲虫都好劲，你啊叫佢自己打得噶啦，跟住你就冲埋去，劈劈劈。好，跟住兜落去打佢个大啰柚，系咁回转。好，死仔包吱吱喳喳喺度。就好，哇，系咁出呢招啊！你只咁嘅畜生，咩青红兽，懒嚟醒。好，避过嚟。下碌勾，我使鬼碌啊！喂，救我啦！啲虫即刻受身，跟住你可以即刻受身。哇，死仔包！跟住饮下药先，而家佢话咩啊？而家我可以认真打佢咩？条友走咗未啊？未走。真系臭嘢喺度，廿物廿武。收啲啦，唔好喺度咁得戚嘅契弟，斩斩，见到未啊？破坏咗个部位啦，轻轻松松，硬噶，硬噶，硬噶，好，继续，佢好中意出呢招，斩，只脚都臭嘢。揈啊，揈三下啊嘛，技术嗰四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夹夹变形，好，吉落去，啊！呢下连续技啊，真系舔公价啦！我都唔记，我有冇人知点样 lock？ 其实我都有少想，我寻日睇过佢话有得 lock 定点，但系我又 lock。鬼到！哇，死仔包仲打？点解我出唔到嗰招电虫？喂，走先，契弟走一摸。仲有呢一个都系今集嘅新功能，你唔够砌咧，你就你啦，你喺上面饮药嘅。哇，死仔包啊！佢见唔见到条契弟做咗啲咩衰嘢？
抽箭种。你死硬啊！呢个契弟，我啱啱喺上面谂住收个系统俾人，话可以用嗰招飞长虫补血，跟住呢个木嘴居然做出呢啲咁嘅鬼鼠之事，跟住你又要咁样咯，同上集一样喺度磨刀霍霍，临阵磨枪就必定噶啦，呢一只 game 就一定要咁做。好，不如我哋去追赶啦，契弟。好、哦、啊咩青龙兽咩契弟走啊魔系啊，你佢同上集一样，啲龙好中意走嘅，打打下突然间又闪鬼咗去。而家冇咩，食啲肉先，食啲生肉先，我系饭快。唉，好唔鬼记得呢个 game 唔可以生食肉嘅，佢一定要食嗰啲熟嘅肉。咁我就嘥鬼咗呢嚿肉，因为佢系正常系唔知攞嚟俾引啲猎物定点样，我仲谂住好似饭块咁样食生肉，冲过去，我、哦、跳过去，硬噶呢招型噶咧，呢招由我自创嘅招数，哇又走，咪走啊契弟，好。嗱，你可以咁样，嗱人哋喺度冲过嚟，你可以咁样一骑，好，你可以骑马同人斗骑马打先赢噶嘛，系咪？嗯嘅，切切切，我把嘢冲好掂嘅契弟。咁鬼慢冲啦！死仔啊，仲系咁样出呢啲招，饮个药水先，唔好讲咁多。立有保住条命先系最紧要。喂，死仔包，佢跪低咗就一嘢同你探光啦！啊，同埋呢只虫啊，好劲嘅，我记得佢系咁啊，揈好，好，三四，好 ，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， 斩到你脚都跛啦，契弟，刀都俾我劈到断埋。刺马近咁都唔瓜老衬，好招雷，哇死仔爆咁都唔跪低，好腾一腾先，喂咩嚟啊呢个嘢？治疗果实嚟，原来佢种咗棵树俾我，我可以补血喎，正喎，好。斩斩，刀头啊 ！Almost got it， 佢已经就死啦嘛！哇，见到佢咁样败走，居然呢啲我啲虫系有佢喺度，有佢喺度傻更更咁唔去追击。有咩睇咗《芒坑》真人电影咪？我有睇啊 ，Tony Ja。你有冇睇《芒坑》嗰个？你系《芒坑》fans 有冇睇到《芒坑》嗰个真人电影啊？我有睇，我觉得几好睇。我觉得Tony Ja演啲《芒坑》嗰啲系演得好好喎，即系好衬，即系佢好似真系识讲芒坑话一样，我觉得几正。再加埋佢同嗰个《Resident Evil》嗰个女主角啊，嗰个电影嘅女主角，佢两个人咧系好有嗰个化学作用。他们演出来呢很有火化，我觉得挺好看。好，哇，你看这个契弟，看着左上角，但是隔什么隔离有些 logo， 还有看条龙的生理状况，看他几时死。我话知他那种刀嘢这样片下去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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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喺唔知嘅情况下打死佢会唔会太迟？吓 ，we did it！ 轻轻松松 easy。佢话咁啊，已经系就系俾大家体验咗咯，梗系例牌噶啦，就系咁样咯。第一时间掘佢，掘佢条尸，鞭尸，青红兽的毛。有人建议唔好 lock 啊咩？去道具箱管理装备显示可以净系着底裤咁样。同埋呢个 game 有咩烧肉咯，烧肉装备，烧肉组合啊。睇下我有冇生肉啊？冇喎，我仲谂住煮一次嘢食。咩选项视觉注视目标的方式改锁定视觉先得，咁复杂，我以为揿个掣咩又 analog， 好似嗰啲特修嗰啲咁啊。之前玩 PS 即系《Mon Hunt World》都系揿个掣就搞掂嘅啫吓。好。呀，点解唔叫黄狗？你见到咁古色古香，你又会想改翻啲，即系点讲啊？得意啲嘅话，即系嗰啲衬翻个诗意嘅名啊！好，我打一条龙打几耐啊？十五分钟会唔会太快？讲真啊，佢今集连选项都要你用十字键，用唔到 analog， 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有时操控嗰啲我都唔系好惯。咁你点即系呢个 Mon Hunt 就即系俾你体验咗嗰个感觉，大概就系咁样啦。你哋想打多条定点样？定系转人中之王？打多条啦。冇谂过打得咁快，惊唔够喉。我都冇谂过咁易，定系我太劲。睇下先，呢啲系。十四隻就打啲 cheap 嘢，我哋唔打啦。十头嗰啲都系废，一打白兔兽定点？打多只劲啲先知道有几劲。咩镰刀俾你拣啦，白兔兽，你想打白兔兽定镰鼬？唔鬼是但啦，打镰鼬啦。好啦，今集同上集改善嘅地方有咩唔同呢？就系、是、第一点就系佢多咗呢个骑重咧，爽快好多。你唔使喺度之前咧有好多咩揾臭脚嗰啲系好鬼烦，而家你又冇啊呢啲咁嘅麻烦嘢咯，爽快啲。同埋个地图好似系细咗啊！之前咧大到黐线，只龙唔知走去边啊！哇，真系～你啊想喊，一见到佢走，求下你唔好走，即系你好似嗰啲失婚妇人劝个老公唔好走，唔好走，求求你，千祈唔好离开我，你嗰种痛苦你知唔知啊？因为佢跟住走到劲远咧，又唔知佢走去边喎。你而家有个地图都知道走去边，之前有时都唔知啊，喺度闻臭脚咁样喺度估估下咁样，哇惨到你黐线！所以就而家呢一个，其中一个最爽快呢一个咯，有个骑重同埋个 map 细咗。咁啊，其余嘅分别就，我觉得武器都不大啦，对，睇你用边款啦。嚟呢个斩击斧，上次你睇我买望亨 well 系差唔多，啲技都系咁。我啱啱话我玩两玩已经熟翻晒啲技哦，就系咁样劈劈劈劈完就出个招大技吉落去佢啰柚度爆炸咁上下。咁啊，同埋嗰个世界观咯，有少少唔同。食个药，食个食物先，随身食物。咁啊，烧肉啊，俾你睇下烧肉嗰个组合。冇啊！我冇肉喺度啊！你哋唔好彩啦，睇唔到烧嘢食系呢个 game 其中一个好玩嘅 mini game 啊，同埋可以，同埋你哋自己觉得呢个操控觉得方唔方便咗咧？有啲地方系方便咗，但系有啲地方咧又好似棘棘地，我嘅感觉系咁。例如呢个跳，唔知点解要跳劈，即系喺只重隔篱。
跳起劈呢啲契弟咧，系难极难出嘅，难出个街霸嗰啲连续技系劲难。之有时飞得太近，佢又唔俾你跳定点样。啊个头都劈甩你啊！呢个咩廉幼龙王，吔屎啊！哇，佢走啊，唔系嘛？你唔好走啊！喝住你啊！警告你。咁中意露个啰柚，咁性感啊！啊！见到劲型出晒成 set 技，好 ，be careful。边个嗌？其实 be careful 系我嗌，我系女人声啊。be careful 系我同啲重讲定系啲重？我系提醒啲重定系同自己讲嘢咧？其实，同埋我有时会中意用啲招咯，弹一弹起身，跟住避一避招。好，但我而家咧就搏个，我知我寻日咧就用嗰个 switch 嗰、那个，即系成个 mon， 即系 switch 嗰部机仔咁玩啦，我就好容易出到手身。我而家搏咗落去嗰个 dock 嗰度咧，跟住插咗个手掣，我唔知点解出唔到个招。瘦身啊，即系咩长虫瘦身，我唔知点解喎。你哋唔知道有冇呢个情况？嗱，正常可以咁，哎得啦，出到啦，咁鬼错，原来 L 而家加 A 定 B， 好走啊，唔好走啊，求下你。跟住咧，你可以咁样快速叫骑乘，跟住佢又骑啦，契弟仲饮咩药啊 ？Let's go！ 其实正常呢个情况下，一般人就会磨刀，但系由于我啲高手太劲，我都唔需要跳过。嗱，我就唔知点样劲难出，我就唔知点，我就想好型咁跳落去，一嘢捅落去，佢就系唔知做乜。鬼，佢仲要乖乖落马做乜咧？嗱，睇穿咗你啫，傻猪！其实咧，摩坑呢个 game 咧，你自己，你其实唔系，如果你啲装备系够料，你系可以同佢硬食，佢唔系扣好多。你真系可以我与你硬碰，再与你高速旋，高速佢就真系啊，高速旋动。但系又唔惊，你直接冲埋斩你条尾啫！死仔爆谂住赢一次，唉，急唔中，插落去。我太在意扮有型，我错啦。头都劈甩你啊，仲想走？三，咦，我把刀诶就嚟烂啦！你话咩？留意住左上角嗰个 logo， 我唔需要留意。我话俾你，我杀红了眼。而家见左上角嗰个系我见到有个时钟咯，但系你话具体有咩作用，我都唔系太知。捅落去，白痴咁样都可以打唔？仲有冇搞错 ？Be careful！ 由于我硬碰啊，插插条尾仲唔断，好波！我不断喺佢啰柚进击嘅，有冇见到？差唔多要补补血同埋饮嗰啲咩磨刀，感觉是个恐怖的怪物啊！冇啊，好渣啊！仲有呢、這个，今集你可以用呢、這个，记唔记得？可以用斧毛系咁掟，你可以用呢啲咁嘅忍者咁样，可以系咁火影忍者系咁掟死佢，插插插插插插，无限噶喎！你知唔知啊？啊！
玩一齐合体技，白痴仔，以为咁就打得死我？哇！我都冇晒气咯，过去补补磨下刀先，你班友自己帮我打住先，唔该。临阵磨枪，我而家系示范紧呢个成语。好啦，系呢个人冲啊，佢应该都，我相信都距离归西不远嘅啦，呢只龙。好。好，搞掂啦，轻松 KO。哎呀，玩了，跟住呢通常我一赢咗第一时间呢就係摆 pose 先。边个咩举起武器，点解冇咗嗰啲扮有型嗰啲 pose？ 啊，即刻咁样扮有型，你可以影相啦吓。係咪你只要係咁转佢就会有更多新 pose 囉。Good job.好啦，即刻掘尸先，如果唔系冇时间，一旦错过时间你就真系冇。有咪试下可唔可以飞镖 loop 死佢？得嘅，俾阿花啲时间咯，我就冇耐性试到咁癫咯。哎，啱啱嗰啲细龙仔喺边啊？我有冇杀埋？咁怼执埋嗰啲尸啊？你哋对于呢个集芒坑有咩睇法啦？而家我试完啦，你哋有咩感觉？呢个角色我有查到眼影眼线，好靓啊！好，全部领取，你揭到啊就一定冇噶啦，咁劲！我就未试到连线系统嗰啲嘅，即系因为我冇买到嗰个上网嗰、那个。老飲嗰個咩 online， 即係好似 PSN 嗰啲啦，咁我就唔知道仲使。以前呢老實講，我就覺得嗰個 online 系統呢就唔係話好方便，咪咩要咩集會所，咩唔知點樣開間房定點樣啊，我就覺得有麻煩，就好唔方便啊。你約 friend 玩即係你唔可以就咁嘅 party 或者啲好方便咁入去。咁我由于我冇买到嗰个老饮嗰个 online 啦，咁我就试唔到俾大家睇咯。咁即系呢个 online 系统，我就希望佢系今集系有所改善嗰啲啊。咁啊，系啦，咁啊，差唔多啦吓、啊，即系对呢、這个。对呢个游戏嘅即系一个初步嘅体验咯，俾你试咗。画面上咧就老实讲咧，就肯定系冇 Monkey World 咁好噶啦，老老实实。因为 Monkey World 喺 PS4 嗰度咧就靓好多。而家呢个我换翻套衫先。而家呢一个咧就帧数有时我觉得系不足嘅，即系如果你转我都唔够胆转太多角度，或者跑咧，你有时嗱咁样轻揈嘅时候，你会唔会觉得即刻？有少少晕晕地嗰种感觉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帧数咧就唔系好够，就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咯。好，摆翻个可爱 pose 啊，跟住佢好啦，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咁嘅，跟住咧你想影相啊，佢系低 B。即系你冇得自拍嗰下先阴功，你知唔知点？即系我啊摆晒 pose 咁，我梗系想咁拍照啊！你问嚟你冇啊？呢度就啱啱摆晒靓 pose， 我啊唔识揿，你哋识唔识点样揿？真心一问，啊我影靓女咯啊！最 zoom 就最近噶啦。跟住点啊 ？A 制拍摄咁样啦吓，佢会送只猫头鹰俾你，你先可以自拍。我有喎、啊，我有猫头鹰喎、啊，点啊？呢只啊嘛，点啊？有啊，梗系要自拍噶啦。咁你有冇得摆 pose 先？即系你叫条猫头鹰影，叫佢帮我，我净系有得可以抚摸佢嘅啫喎，吓、啊、喂食饲料。
放出冇得放出噶。我 L 模孤转角度，你知啱啱影相冇嗰阵啊，试咗先。佢呢啲咧说明冇教嘅，唉，而家咁样先，唉，好彩你有你系点样知啊？佢边个人同你讲呢一样嘢吓？咁我首先要第一件事系要摆个 pose 先，唉，喺呢条女隔篱，我啲宠物过埋嚟先啦，唔好遮住，喂，你挡住咗条女啊 ！Come on， 好、oh.。跟住我哋就摆翻个 pose， 跟住咧就用照相机，跟住就揿呢、這个，好彩佢，哇呀，佢系冇得变角度噶吓，跟住你喺呢一个环境下，你又要再摆多次 pose 啊，跟住揿上，跟住揿 analog， 跟住咁样 zoom， 咁你就唔可以，你就唔可以用嗰、那个。左右熬嗰个部机嘅，佢就最多可以咁样噶啦，啊，或者嗰只我只重做乜鬼嘢变到咁样扭攞个屁股得住，系、啊、嘛，好醒目噶，啊，我哋再影多次先，咁上制，我谂到点影，哎，过嚟过嚟过嚟，我只重过嚟啊喂，跟住咧就睇下咁样可唔可以叫个角度。点样可以啱啱好只重对个啰柚对住呢个火牙？我操控只重，我谂到点做啦。首先骑住佢，跟住咧就咁样对，佢系自动会另歪面定点啊？好啦，咁样落马啊！嗱，唔好喐啊！计咁差唔多啦，我大概知点做啦。首先。望住佢，拧一拧过嚟，唔使咁大步嘅，系咯。跟住落嚟，跟住咧就揿呢个姿势，跟住就影相啦。哇！我喐啫，冇叫你喐噶，大佬啊！你真系烦，主人都冇叫你，我叫你 stay 呢度啊，咁样行。Stay OK， don't move。好嘅 pose， 上，跟住揿，哇极，哇极度难揿，真系。但系我觉得呢个影相系统系都系冇可能做到，讲真，劲难啊，真系。唉，攞人屁股对住条女船。可爱姿势，跟住就上，跟住 zoom 远啲，冇得，佢系冇得。我只要一用左 analog 想调节嗰个相机个位咧，我就嗰、那个人嘅 pose 就会冇咗啦。OK， 应该最好系咁啦，嗱，咁样以储存照片啊。有咩用电话影个 mon 可能仲快啊？哇，系啊，因为佢呢个操控系比较难啲啊，系啊，你讲得好好啊，用电话，你攞电话影个 mon 可能系仲快，你仲易校角度过去。咁啊，差唔多啦，又系咩啊？用按小十字制，哦。真系，哎，咁就做到啦，试多次，试多次，好啦，得 ，thanks， 多谢你提我。好，首先咧，夹个 law pad， 我想拧好啲个位啊。唔得，个人要。向左一步，可唔可以向轻微？
点解咁难控制呢？啊，得啦，跟住咁样，跟住咧就轻轻笃一笃，跟住再用呢个十字制，跟住就咁样过去，最尽咯，哇！呢、這个角度又系真系有五十肩定乜鬼嘢只手 ？OK， 系咪 OK 啦？呢张相低翻少少 ，perfect masterpiece。终于我影到张靓相，有晒宠物性感 pose， 累累同埋个啰柚系对住佢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差唔多啦，摩坑就试完毕啦。咁我哋差唔多系时候转个游戏先噶啦啊！又咩？今集摩坑呢只叫摩坑 rise， 唔系叫摩坑 well， 俾几多分？我而家玩得咁短就好难就有个比分嘅，但系暂时嘅话，我就觉得普普通通。加上我唔系摩坑 fans， 我俾谂下几多分先。暂时俾八分啦，哇！唔好行开啦，休息一阵，一阵我哋又再见啦，我哋就会玩呢个《人中之龙七》嘅 PS 五版，请等等。都系改一改一个分啦，我谂我俾7.8分啊！记住唔好行开啊，我哋要转个游戏先啊，请等等，暂时俾住先啦，你都未玩晒啊，保守啲啊，俾翻，请等等，我转个游戏先，请等等啊，好快见。